他们有太多的粉丝，而且太可爱了。来，现场掌声、尖叫声送给他们。好，大家合影留念，来留下你们最灿烂的笑容。来，向着我们的镜头，摄影机的镜头，留下你们最可爱、最迷人的笑容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来，请来到我们的身边做下采访好吗？哇哇，好多好多好多人，哇哇哇，你们人气真的很高哎！哎呀，老师没有了，真的。要不要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好吗？好跟着粉丝们打个招呼，来。Hello，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。哇哈！今天来到这个红毯，来到现场，什么样的心情跟我们分享一下？其实我们也是就是很激动，因为我走红毯真的是一件非常珍惜的事情，因为可以见到很多就是粉丝朋友们，对对对，而且大家的热情不会让我们觉得非常寒冷，会觉得很温暖，很温暖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哇，今天但是很冷，一定要注意保暖，好不好？老师你也要注意保暖，谢谢。还有现场的所有朋友们也要注意保暖，不要感冒喽。哎，要注意保暖，你们要不要回应一下尖叫声？哎呦，真的太棒了！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天啊，参加我们这个心情怎么样？然后你认为的时尚的单品最喜欢的是哪一样？我认为的时尚单品，哇，当然是我们的打歌服了。打歌服是最时尚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的打歌服每一套都非常的用心、精致，所以我们都特别喜欢我们的打歌服，对不对？喜不喜欢？哎呦哎，天哪！那我们下一位好吧，下一位，今天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心情怎么样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感觉到非常开心，而且今天特别巧的是，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。哦，是你的生日吗 ？Happy birthday！ 哇！我已经很期待接下来的活动了。是吗？好的好的。哎，在你心目当中啊，潮流的女孩应该有哪些元素在身上？潮流女孩应该有哪些元素在身上？哦，长发，就爱是长头发。哎呀，编一个小小的辫子，还有发饰都是这样的。今天我们有很多成员都在这个发饰上做了一些小设计。嗯，小你看，有很多成员。真的，如果大家仔细观察我们的话，都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发型都不一样。哎，那在你的心目当中啊，你觉得我们整个团里面最努力、最用功的会是谁？哇，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说了可能还不能做朋友嘞，大家。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哈，就说一定要说一个的话，我觉得自己。这个说，其实我是挺想说我自己的。自己的吗？你就说你自己嘛，没有关系。好，那就说我自己的，希望大家可以承认好不好？承认吗？承认吗？我的队员们。不承认。怎么样？我好伤心哦！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一定都很努力。是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你觉得像你自己努力的话，在哪一方面你觉得你是最努力的？是表演还是唱歌还是其他的？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时尚。时尚方面，哎呦，没有吧？没有，我们其实都很时尚，但是我们是全方位发展，多综合实力的一个提高，所以说不只是希望是在时尚方面，当然是在希望在各方面都可以提高我们 Team SH 的实力。哎，平时你们出现的时候服装都很统一的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那私下的时候呢，你们喜欢的服装的元素是什么样的？训练服。就是我们只有演出服和训练服吗？因为我们平时真的就是训练的时候，大家会有统一着装，这样子的话就会显得会比较整齐，然后看上去非常的统一，是会让人觉得哎，这就是一个团体的感觉。我会觉得就是这个也很重要，所以说平时的话是，那每个人都很希望自己要在这团体里面要一下就让别人看见。是的，是的。你的方法是什么？一下就让别人看见？我会穿很多荧光色的衣服。真
真的真的真的，就是会喜欢穿像荧光绿啊、荧光红，但是有些成员可能喜欢穿那种大裤衩，就是非常时尚的阔腿裤。对对对。然后有些呢，就可能在头上别一些很精致的发饰，就是可能大大小小的都会有这样。好的，那么希望今晚可以看到你们精彩的演出，好吗？好好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你们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。